色脉变，色脉通通有问题的时候，两个都丧失掉的时候，哈，这种都是死，好，都是死。那死之前呢，都会发这个字哦，念月，月意。好，我们人呢，如果说脏气没了，好，脾胃的胃气消失了，月就是打嗝。打嗝的方式呢，你这样不断的不停哦，不断的停，好，这是死症，好。那我们看病诊断呢，我们一定要问他，你刚开始是怎么回事？好，现在的病是怎么样子？好，要把前病后面病都要考虑进去，好，然后再去切他的脉，然后看他的经络的浮沉，好，然后看他的上下从里，然后这个脉是好。原则上的脉正常的好，一行五之不病，脉迟者有病，脉不往来则死，皮肤浊浊则死，很多的字都是断简长篇。像这里又把它讲出来，跟那主题有点没有关系。你最主要是皮肤上好，我们会有阳在身上，那我们皮肤上都会出一点点油，尤其脸上是因为脸上是阳之会，胸阳是往上冲的，所以脸上出油是正常的。哪天你不出油了，或者手上的你摸的皮肤好像很干涩，两个连在一起都是死症，阳要绝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这种病呢，怎么治疗呢？好，就是我们前面讲这种，好，三步九或者冬阴夏阳，我们怎么治疗？那岐伯说呢，经病者治其经，好，十二经络出问题的话，我们在经上面治；如果孙络病者，我们就要治他的孙络，放血，在孙络上放血。我们有经，再有络，再有孙络，孙络就是最更细的哈。如果病人是血病，身有痛者，治其经络。什么叫血病？好，我们血液循环出障碍，大部分都是外伤，好，外伤或者是一些跌打损伤的，好，这个我们要治他的，也要治他的经络，让他经络顺气，让他的经络气很顺，他就会好。其病者在奇邪，奇邪之脉则谋刺，好，谋刺，这个。我们如果说身体里面的病邪停在这个奇邪之脉，比如说这个我后面翻译是错误哈，因为那个时候心里当初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写。谋刺呢，就是在我们十二经的井穴上面扎针下去放一点点血出来，这是第一个手法。刺完以后呢，在我们四肢手脚，尤其脚上腿上最多青筋，有看到青筋的地方都点刺，放一点血出来，把它放一点。这个刺法就是谋刺，好，谋刺。那谋刺的法的用途呢，好，就是治病在表面上，但是不在经络上面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胃经下来很简单嘛，一看实证啊，我们砸内停虚症，我们再解析就结束了。啊，结果有一个病人跑出来，他说既不是胃经，又不是胆经，也不是脾经，就说这个人捣蛋，这不找麻烦，找砸。你看这个病发了不在经络上面，他不在经，他也不在络，也不在孙络，他就是在那边痛，你怎么办？这就是谋刺法。好，好，这个人呢，我们瘦子的人呢，好，这个病不动不移动，好，同样的病一直在那边，我们适当的用刺法，好，那这个。你一个从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行瘦，但是他呢，这个病在里面一直不会进，就是原保持。你问他多久了？十年都是这样子的，并没有改变，一直停在这边。好，虽然这个人行瘦，我们还就按照正经的方法来治哈。那这个上实下虚，切而从之。好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沿着经络来摸他的，好，摸他的压痛点。找到了压痛点的时候，我们去用揉搓一下，或者是下针，好，这是古代我们针灸都是这样子，好，就是那所其结络脉者，就淤结痛的地方呢，好，压痛的地方我们可以刺，帮他出血，好，那一般来说这种都是好在经络上面的病，好，在经络上面的病，床高者，好，太阳脉不足，好，就是眼床往上翻了，好，太阳脉不足，我们刚刚只是瘦子，好，瘦子呢？他是这个人寿行不够，好，那现在是太阳脉不够，好，那眼睛往带眼就整个翻上去看不到了，好，往上翻，太阳脉已绝，这个方法都是看我们看死生之药，好，那最后就突然一跑出来一个手指就走外楼上五指流针，就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哈，这跟这边都没有关系，好。
这个很麻烦，就是这样子哈。那如果我们有一天会，比如说大陆上的旅行或者在哪里，要找到《黄帝内经》的全本，或者是找到外星的话啊，那真是，啊、哦，那真是不得了啊，不得了。那这是看缘分的，好吧，在真人的手上，真人还活在里面到处跑，如果到山里面去看看，是吧？啊，我们有真人、圣人、贤人吗？真人还在，好不好？哈，那考在跑在裸奔，他在那边裸奔，他不受寒暑的节气啊，他等于自然界，他也不吃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美国叫裸奔，台湾叫什么？遛鸟是吧？哈，啊，那这种失落的东西哈。全部毁掉，我想不太可能，一定在某个地方，啊，可能在某个人的坟墓里面，或者在哪一个很难讲哈，也太几千年的东西，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啊。接着我们来看《经脉别论》，是《黄帝内经》第21篇，这一篇讲的就跟前面不一样了。这一篇讲的是你一个人的情志，好，如果说居住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动静勇怯，胆子很大，胆子很小，好，那这种。脉会不会改变呢？会不会生病呢？会不会影响到脉呢？当然会啊，其实当然会啊。齐伯说：“哈，现在你讲人的个性，哈，凡是人呢，所以惊恐这个字念会，哈，会就是发怒，好，会劳动静皆是改变。所以一个人不要惊，不要恐，不要发怒，哈，不要随便啊这个乱动乱静，然后怎么样都不好啊，变化太大不好。这个是以哈夜行则喘。”出于肾齁。那一般来说我翻译的时候比较含蓄一点齁。啊我们行房啊也是夜行晚上的动作。那小偷了齁。真的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小偷嘛齁。那晚上他是夜行人嘛齁。那夜行晚上呢很紧张啊齁。在偷东西很紧张在那边喘。紧张出于肾。齁。那引起于病肺齁这个就会伤到肺气齁。有所坠恐。好，从高处掉下来，好，或者是受到恐吓，或者吓到、怕到了，好，喘会发生的气喘，这种喘出于肝脏，好，那受了肝脏受伤的话，就会害到脾脏，因为木克土嘛，好，木克土。那如果有所惊恐，一个人随时很害怕，随时一个动静，好，一个窗户动一下或者怎么，就吓得这边气喘，这个喘呢出于肺，好，肺气受伤。那肺气出那个肺气一离开，精神一离开这个肺的时候，就会伤到心脏啊，因为心脏会补气，你一离开肺就虚掉了，那个火就会补胃，好、啊，这会伤到心气。本来心脏好好的，那你这边一下心脏跑被影响嘛，哈、啊，因为火克金。那有的人呢，好、啊，这个淹被水淹到了，或者是摔倒了，瞬间摔倒了，这个也是喘出于肾和骨，好、啊，这种呢。不管你是因为惊恐还是因为好、哦、这个意外发生好、哦、掉到水里面去从高处坠下好、哦、突然摔倒。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后面就讲了勇者气行自己就好了。所以胆子要大胆识要大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好、哦、勇者气行就好了。那确实本身天生就胆小的呢好、哦、就会遭。早就是受病了，好受病了，好就受病。那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呢，他本来身体都很好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他家突然进个小偷，他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生病，这个胆小鬼啊，啊胆小的人嘛，啊那有个人进了小偷还是去追啊什么回来还是很好，他这个人是胆子比较大啊，好，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，开心无惧。不要怕，啊、哦，不要怕，西西看到我会怕哦。我们那边西西看到不敢惹我了，要敢惹我啊、哦，他怕，因为他生病怎么办？还要死啊，要找我啊、哦哦，那所以一定要勇，不要怕。所以故曰，诊病之道要看人，这个人胆大胆小啊、哦，一定要看他的胆大胆小。骨肉皮肤能知其形，以为诊法。一般来说，胆大的人呢，骨肉比较粗壮，皮肤也比较坚实。好、哦，那胆小的人就比较脆弱，好、哦，骨肉皮比较软，肉比较软。一个人呢，吃饭以后吃饱了，汗出于胃。好、哦，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流汗，那个、汗是从好、哦、胃来的，把胃改成什么小肠，是不是就通了？
饮水入胃，喝水流汗，那是胃的心象。饮食饱食入胃，就是食入进入肠子，汗出于小肠。好，小肠的汗就是大肠化生成肺到肺里面去嘛。好，如果人受惊，好，受了惊吓，好，精神丧失的时候，这个流惊吓以后冒出来的冷汗，那个冷汗是出自于心脏。所以同样的汗，它发的不一样的原因。好，持重远行，扛重物在那边好走路，以前的叫樵夫啊，抬东西啊，什么样子，好好，汗出于肾，因为你那个持重嘛，好。那急走恐惧，有人要杀你啊，你那边跑又担心，对吧，好，那时候流汗出来就是发自于肝。所以呢，这里就可以提到为什么要胆叫中正之官，胆要大的胆没了，好，就是我们讲你要好，这个好胆量就从这里出来。胆气很旺的人呢无惧，好，无惧。所以我们要让一个人无惧，就要温胆，要把他胆能够弄好一点，他就会比较不胖。好，摇体劳苦，汗出于皮。好，那像这个什么摇体劳苦，比如说我们那个艺伎歌伎啊，好，跳舞的啊，唱歌啊，好，还有呢那个在那个工作的工人，好，那你跟那个举物，你扛着重物在走不一样，扛重物走，因为我们这是肩膀呢有大腧穴，骨会大腧，脚有绝骨穴，那后面为那个腿肚上面有承山穴，那这几个能够出力，所以你可以扛重物走，这是因为肾主骨嘛，好，那你如果是劳力，我现在是做农人哈，或者是工人在手那边哈，锄田啊，和田啊哈，锄地啊，那这种动作就是，哦，摇体劳苦，哦，还有歌姬跳舞啊，那个剧校那个国剧的翻滚身体啊，太过动了，都会这个汗出于皮，所以各种不同的动作流出来的汗是不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哦，你看中医可以分那么细，西医就汗就是汗嘛。对啊，他不会想到那么多，都是水吧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不一样哦。好，185页。所以呢接上一段，春秋冬夏四时的阴阳呢，生病，人会生病，为什么病，就这里啊，取于过用。你用它太过，那你不用它也不行。比如说两个腿膝盖，这时候我们要走路用的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在那边跑，用它太过，病会生病，此为常也。我们要用，但是不能过用。食气入胃，散尽于肝。你把胃改成小肠，食气入小肠，散尽于肝，营去于筋。哦，筋就是我们这个筋要把它改掉哈，精神的筋把它改成那个筋，足乐的筋。哦，因为肝主筋嘛，哈，哦，肝主筋。好，那如果食气入小肠呢，这个浊食归心，浊气就是血气，血是看到是深色的，好，血气会你吃东西吃到小肠里面去以后，小肠里面呢化成食物，饮食化生成血，血就是浊气再回到心里面去，好，这个时候让心血呢就会照顾到全身的血脉，好，这个时候脉气流经精气归于肺，那肺草百脉疏于好，它经疏于皮毛，这个疏浚于皮毛，毛脉合经行气于腑，腑经神明流居于四脏，好，气归于权衡，权衡于平。那这一段呢，好，怎么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讲哈，用简单的方式来介绍，就是这个我们人呢，气跟血两个字是相辅相成的。血是来自饮食进入小肠，好，消化以后变成血进入到心脏。我们人有气，气也是来自饮水，也是来，也跟食物也有关系，但是来自饮水还有我们的平常的食物的精华。那进入肺部的都是气，进入心脏的都是血，好，进入心脏的都是血。那也就是说因为这样子这两个关系，所以我们人身上到处都有血脉，好，脉血会到身上所有的地方。肺呢像皮毛主华盖，我们有气把全身包住，所以气和血就是我们的心和肺，两个是阳，好，在上。那我们可以利用心和肺，利用胸阳，好，来决定判定一个人的生死。好，饮入于胃，好，这个就是喝水了，好，
喝水跑到胃里面去，这个胃不要改。喝水跑到胃里面去呢，由益精气，上疏于脾。好，所以我前面讲过，食物到小肠，喝水呢到胃里面去，哈，上疏于脾，脾气散精，好，脾是土嘛，上归于肺，好，土生精，这时候脾上来通调水道，下疏膀胱，水经四部，五行五经并行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正常。所以脾脏呢是土，但是它在治水，管水。好，你除了治水以外，不单单不要这样，不单单要想这个治，同时要想好像是水利局治水。好，有脾脏在就不会有好这种现象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